是为了第二天早八考试通宵复习的晚上，女生随手转发了一条搞笑视频给他，一向秒回的男生三分钟之内都还没有回复，女生很生气，迅速爆发，并质问他你是不是不爱我了。面对男生的万般解释，女生只是回了两个字，好的。男生疯狂地给女生打电话，女生没有接，却在朋友圈里发了一张白天跟闺蜜的合照。最后男生不知如何是好，只好发了一句晚安。第二天醒来，男生按惯例跟女生说早安，却发现自己已经被删除了。男生没有再哄，女生也没有再问，到底谁对谁错啊？